大家好，早，大家好。今天的这个园长五花生哈，是安怎来的？恁敢知影？啥叫做五花生？咱所里位哈，有一天甲我讲，园长今年土豆丰收呢。虽然感觉量无真济，但是今年土豆计上真好，对无？咱的农民拢足欢喜的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有规冬拢无咧点冬。伊讲明明乡长，咱家劳动一下好不好？互咱全乡啊，咱的村民乡民拢来咱中南，吼、哦、来咱家公所这块土地吼、哦，咱这块停车场来佚佗一下早嘛好啊。咱执行长就讲啊无问题啊，吼、哦。都全力给咱帮忙，啊，公所都配合什么配合款，咱就当出现今仔日这个音乐会。啊，咱今仔日所办的这个活动，就是咱原中央在地音乐，咱无去请到外乡镇的，咱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庄头，若是有团体会当出来表演，咱拢邀请伊出来。啊，伫遮，乡长要感谢咱所有的乡亲。在咱即届疫情，咱配合着咱中央政府，咱拢勤洗手，咱嘛戴口罩，咱嘛去注射，所以咱真健康、真安全。会当伫遮啊来遮办这个音乐会，欣赏着音乐。啊，特别吼要感谢一个社区，在咱后壁面穿红色的 T 恤，咱的轮仔社区，大家抱一下，甲伊鼓励一下。仑仔社区是咱原中央上界偏僻、上界刁蛮的一个庄头。这个庄头值得咱甲鼓励。当时我就是看到伊的志工保佑啦，咱原中央迄种上界朴实的诶人情味，我就甲伊鼓励。咱大家拼看卖好无？互咱仑仔会当发光发热。经过这两三年，咱仑仔社区吼真正。在咱全国也已经发光发热。当然，咱原中央真侪社区做甲真好，但是因为交通较方便，啊，这个砖头足偏僻。但是咱的志工哦，真努力。啊，咱公司除了做社造以外，咱嘛有成立这个新住民的窗口。乡长有感受到咱新住民的这个姐妹过来咱原中央的辛苦。所以咱公所一定要用心，把咱这家伙仔照顾。感谢每一个村的村长，感谢每一个社区，咱的理事长、咱的总干事、咱的志工好朋友，大家每一天坚守家己的工作以外，佫愿意出来做志工，予咱原中央愈来愈进步。啊，咱南村。我就为这个停车场，咱这个公车场开始。啊，未来要搁布置，啊，搁咱这个这几间厝，我嘛要甲彩绘，予咱南北二路的人经过咱这个公车亭，会当看到咱原种无同款的这个新的这个样貌。啊，所以伫遮，咱主席也拄我好来，我真是足感谢咱主席选领的代表会。支持咱乡镇的推动，予咱乡务更加顺利、更加畅良，予咱原中乡迈向进步、光明的未来。人伫咧讲吼，向着阳光就没有恐惧。你看今天太阳也一样出来，所以乡长要借这个机会，感谢咱原中乡每一个人。我们坚守自己的岗位，也愿意未来为园长乡付出我们的心力。我们一起加油，大朋友小朋友，我们牵手，园长明天会更好。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。